就是百搭色，而且这一次我们是做这种超级弹力 V 领 T， 还有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买，因为真的夏天我就喜欢亮。第一个它是合身的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身材这种波涛汹涌，身材很棒的，穿这个会比 New 来更好看。它的弹力非常非常的弹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你不用担心，它虽然是合身，但是它弹力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特色就是这个领子，好，它挖到一个比较低的领子，但是不会走光，它完全没有挤肉，所谓的挤肉是这样，而且我里面还有再穿一件小可爱，所以呢，这个对大家来说它是合身的，但它不是紧身的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。如果你是很爱穿牛仔裤的粉丝的女生，像我一样，一定要买焦糖色，因为呢它搭起来就是一个气场度非常非常的够。这个是完全正白亮白牙白的白色，所以喜欢白色的粉丝妞儿非常大推你买这一件的白色，简单又好看又美式又休闲，不论是牛仔吊带裤还是我们最热卖的千件的慵懒哦，好，都一样，如果你想要搭 T 或是单穿，这件白色真的太适合不过大家了。黑色呢不外乎真没什么好说，就是最瘦最百搭，好，然后人人可驾驭又不容易脏的颜色啊。